哎，被罩了，你可以告吗？身上2200块啊，不是，不说不能，我现在提过去啊，我就看。送走喽。那我真化妆了，我交给他们。没事啊，反正我就来刷的，永远没有队友，习惯了。我队友先讲完，告呗。啊，你就可以吃鼻也不然。不是，我就这一刀，我实在都神化妆了。这是我第二次抖内。张浩奇说：“生日快乐吗？”还有，不要再拿手枪了。讲啊！讲啊！我刚刚就有看到啊，但我觉得这有点无聊啊，有点没水准啊。这个是你们朋友之间的玩笑话嘛？什么打不打手枪啊？你干嘛叫我在直播讲？你这样跟叫企鹅妹直播唱生日快乐有什么区别？我是这么无耻的人吗？有事没事就在打手枪，是不是？等你不说打手枪，我再祝他生日快乐啊！无聊当有趣，我是这种没水准的人吗？我就问你这句话就好。你对小金特有兴趣吗？屁股好大，巨臀，我操，巨高，练了八高比我更大滴。我有这屁股，他很像清纯版的 Barry， 但奶每一篇都按赞，直接讹起来，我们讹一波。啊！我好像可以理解那个桃园那个浩克为什么这么暴躁了。我连续两天去健身，被操到爆，身体超级痛，感觉整个人都很暴躁。三千一定讲，就不是钱的问题哦，我并不这么认为。谁没事在那边什么生日快乐，不要再打手枪了，好恶心哦。你起码讲一点正向，那个生日快乐哦啊，什么什么，那个考试要加油，金榜题名，好好孝顺女朋友什么的，对不对？讲什么不要打手枪，没素质，兄弟。有看到浩克第二次新闻吗？有看到，有点可怕。我是听说啊，那个很多健身的人会吃药，好像会吃类固醇，然后好像可以让肌肉胀比较大吧，然后那类固醇就很容易有什么情绪比较容易有波折，所以我猜他可能有吃吧，不然干嘛？怎么每次这么暴怒？他那是暴怒的很那个，肌肉不是九成都打类固醇吗？什么九成？你这讲话有点偏颇。应该说肌肉非常大的人，可能高几率有吃药，应该这样讲。但也有很多人是靠真的就是自然练练到这么大的 啊，因为你也分不出来嘛。就有些人大肌肉就真的是练出来的，有些人就是一边靠吃药吃出来的。看到雷哥，我就想要选死哥。你想要跟我说什么？没有，那死哥不会很烂吗？没啊，啊一个 AP 一个 AD 嘛，行，靠腰嘞，你不是蛮王啊？这样超费。绝对听策哥的，可以帮我跟我。抓死他嘛！我不要。那以后你先，那以后你先选好不好？我候选，就不要这么多 AP 嘛，我最好是单 AP 抓，因为我死哥伤害一定出得来啊。那这对我出魔抗，你蛮王就爽斗啊，对不对？啊，不出我就爽战啊！下把什么吗？对，下把。你确定还有下把？有没有可能这把完我心态就没了？你都扛四把了，不可能刚好第五把现在没。有道理，怎么可能？怎么可能刚好第五把就没？四把没到车。有道理，有道理。我要这样消费他吗？搞不搞？要不要？要不要开仗？打那个算了，你好烂啊！我吃他这个，好烂，关我屁事啦！他妈关我屁事！你不烂吗？冠你一级有什么鸟用？大口气很爽、哦。没那个业绩。你可以卡他吗？不要让他过来红区。可以啊。他谁过来我就给谁啊？谁过来我点谁啊？不行，他好像要回来守嘞。没有啊。没有没有，他还在蹲，他还在爽爽爽爽爽，我爽开。常见啊。干你被抓包了。怎么这我怎么玩啊？都过来去了。点喽！别这么着急啊！我来了。你这到后面来。这我帮你把该撤的撤，我帮你接收这个红 buff。讲话。我不知道说什么，每一把开局都这样。你应该是不是每把开局都这样被搞？啊，别人的上路都比较厉害，我们的上路就是智障。我自愿玩上路啊！为什么不来啊？你明显就在开他家，他怎么不来？那就在那里发呆啊，回微信啊，
刷小红书啊，你就继续啊，干听，看我等下会检举你。爸爸发飙了。哎、欸，我的巴勒布朗，还敢玩 AD 勒布朗啊？不知道哪个白痴开始先玩 AD 勒布朗，一堆在选。好像是 Poco 啊。打到 Faker 又玩。绝对不帮他擦粉烟。四哥会搞你哦，他没在上。他不会搞。没想到吧？哎、欸，他来搞了。你会不会搞？你会不会搞了？可怜。哎，我的帮着畜生，殒命。我们不要理张鲁了，我们去帮下。那、啊、没办法、啊，看到能帮我还是帮啊。打野的直觉啊。这是补到命没啊？他 AD 他 AD 他 AD 啊，没事没事。低能额，他剩一滴。你们六的，你们六的，我不是没摸没摸。我想到你六的直接炸他。逮到你！哎、欸，怎么了？很小啦，现在怎么玩啊？来我处理我处理。没状态了。我要吃啊！不要死啊 ！OK OK， 他动手了，动手了，你先。能看着先锋吗？我现在没办法做事，我完全不能做事哦。你可能你不能做事，为什么还在在场？因为我缺150发，我只要拿到150发，我就会神化妆出来，我就他们就进去了。这波哎、欸，被罩了，你可以靠吗？身上2200块啊，不是，不说不能，我现在可以过去啊，我就是爱。送走喽。那我神化妆，我交给他们。没事，反正我就来刷的。永远没有队友，习惯了。哎、我队友先讲好告呗，啊，你就可以吃鼻也不然。不是，我就缺一张50块，出神话招啊！又要被恶心喽！我出来了，来救你了。队长，看起来你喜欢他，电刀没有屁用啊，电刀就是小丑装备，你就打一下子。是不是就故意要恶心我？不是你刚跑，你这样中路掉超多啊！一定要跑啊，这有机会啊，怎么会不好？那我补中吧。在干嘛？啊！怎么会死？还被喷烂呢？为什么老鼠可以把人喷烂？哎，都是人啊！等到你了！哎，我被勾，我被勾，帮我帮我帮我！他耍飞，他耍飞。走，就杀他，就杀他！我大，我大。我不打。干，这样应该没杀到，不然机器人稳死的、欸。啊！老鼠有大哦，老鼠在吵。干，直接秒是谁啊？可以啊、哦，那么咱们。我死了，我已经死了。你死了？嗯。老鼠加狮子出来，我就被秒了。靠背啊！两件了，他已经两件。我复活可以炸他啊！你可以拖一点时间吗？我复活可以炸死雷哥，他应该回不了血吧？很多吗？我八七秒钟。回不了血，他不会回，他不会回血。嗯，你知道他，你知道他回不了血，你知道他回不了血。他有可能 recall 哦。我直接炸，我直接炸了。龙虎炸到。炸到，炸到了。嗯，我。哎、欸，被抓，被抓，被抓！你被抓？不是，不是，德鹏。啊！刚好被抓了。东刚本来有机会开的，哎、欸，我被抓了，被抓了！啊、我的打不打？打炸了！可以有他烧死了，烧死了！还有吗？还有吗？可以。皇帝在抓，老鼠要脚闪了，脚闪送头 ，nice， 闪现千粉，还有一个。我怎么算钱刚好？买个这个再上个课，啊、哦，这不是刚好吗？啊？这保存脚啊！三不是三脚啦！狮子在上面照，小龙也有，小龙也在，他们全在，他们要开，他们要开大龙，他们开大龙。
我打。扛进来，扛进来了，又可以打。嗯。等下直接打、欸。啊，该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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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帮我，要帮。哎，我炸，我炸掉，我炸掉。那上路已经死了。一技能也残。哎。老鼠没斩吧？他没斩。直接接刀。OK。我中，我中，我中。你这个上课的判断有点东西啊。马上叠出来。哎，好像我笑不出来啊。好像笑不出来。好像要死。没事啊，你们吃懂了。我刚换头，你赚啊。一个傻猪的布朗跟我换头是很闹啊。等到我外国人气还比较低啊。大家等下问你哪里人，台湾，然后就全部一起食物。对啊，我们来吧，我们来了，你我要出去了。哎、欸，被帮我斩了，我要炸他了，单该死了。嗯，来，五千，无情单杀。哎、欸，你开心吧？我们都走了。怕我怕的跟鬼一样。他恶心我，我被恶心了。小心吧。来。宋爽，宋爽讲一声哎，金人儿，哎、欸、这里啊，干，这不杀，这一滴完了，被老鼠射光了，好背啊！远了，很远，他们要走了。OK， 回家，我缺20块，回家买个帽子就。哎、欸，开干了，20。冰冷哎，狮子狗，哎、欸，冰冷，在那狗耍冰冷没关系。狗不用，妈臭狗，你这么生气啊？哎、欸，我可以走，可以走了，你想想啊，屁啦，哎，我要死了，你要死啊？嗯。该死了，完掉，完掉，来不完蛋。堂弟还在家门口在干嘛、啊？他为什么在这个地方啊？又没有线。我觉得我们的队友都打得超级被动哎、欸，他们只有送头的时候会主动。然后勒布朗一个人带我们四个人的线，太屌了、啊。那我一打三而已是不是？好啊，那我一打三啊。你打、啊。我一打三啊。看你们会赢啊，不然这样感觉过去再拖。就推下没？我中路剑啊。打，我有八龙，我直接铁盾好，铁盾。哎、啊。怎么刚好吃完十六滴？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全部残喽！啊，你不是要一打三？啊、不是没人找我啊？靠背啊！因为全部都在打我啊！你打我，我拆掉了、啊。我这个是一打四啊。对啊，那你再打。没杀。堂弟分的吗？哎，怎样火呢？不要狙是不是？哎、欸、嘿，走喽！哎、欸，堂弟还打，帮一下，帮一下，帮一下！我十秒大绝，给他们一个惊喜。啊！靠腰，帮一下人就没了。剪刀怎么这么疼？哎呦！剪刀怎么剪一下我人没了？妈，老鼠还想回家啊！操你！假赛啦！他完全被炸死哎、欸，好绝望啊！啊，饭主还有。还有前期一直吃龙，这就是鬼张皮都不会玩的。他的意思他超强。이게그산타다체력4700방어력329마저201인챔피언이거짓불과실은반복기도많고요에어폰있고심지어기타임은1초밖에많은10분이고 W 시점몇점충전하다가회신목구조기회가들어가면그다음에단마적으로올릴수록스킬가동이생기고그스킬가동이생기고스킬폭도가달아지고그다음에공격력에서가있어가지고 W 가끝이아得玩到这份上才能赢啊。你看这个 AD 是什么？是什么长度？难怪跑去吃龙。他还出寒冰霸权哎、欸，他不然子弹力是不是啊？是啊，不是啊。上路出就算，他出寒冰霸权小了，还出电刀超烂，这个人超烂的，一点屁用都没有，什么烂？哎、欸，他还打老鼠哎、欸，他是最后出的吗？还是一开始就这个了？一开始出这个吧。哎、欸，那我们能这把能赢真的万幸哎、欸。哎、欸，可是老鼠是圣光美德哎、欸。